我的冲浪板吗？ 星辰，太忙，如约集合。<笑>大家都挺准时的嘛，没有出现睡过头的冒失鬼。最危险的不就是你吗？还好有我在。
而他的对手是年纪轻轻就已斩获诸多荣誉的刘拳之众勇士法拉尼。好友之间的对战究竟会碰撞出多么激烈的火花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都打到现在了，还在紧张吗？谁让对手是你呢？但我也很庆幸对手是你，这样就算是输，我也不会留下遗憾。说什么呢，卡奇娜，现在可不是谦让的时候啊，你比我更渴望这场胜利吧，想要的东西就应该大声说出来。我想赢，马拉尼，这次我一定要赢。一瓶就够了，还带两瓶吧，离入夜还早着呢。哎，等下要不要去黄金傍晚？这才是度假，太棒了。啊，真热闹呀。马拉尼，最近有什么节日吗？我们的宗旨是每天都像节日一样，每天都是值得庆贺的日子。那就让我们一起准备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温泉聚会吧，出发。